晒乳、雨伞、防蚊液，还有蚊虫叮咬药。要带齐了。可是去到营地，一定很热，像全身一直在流汗，黏滴滴的，一定很臭。带个香水好了。喂，小凡。喂，明天七点去接你哦。七点？这么早啊？差不多啊，开车过去，东弄一下，西弄一下，就中午了。好啊，那开我车去好了，这样我还可以在车上小睡一下。不要吧，你知道露营有很多东西要载。开我的车也可以载啊，而且看你那台老爷车跳跳跳的，叫我路上怎么睡啊？好啦，如果要开你的车的话，那你六点就要过来了，因为东西上车需要一段时间。你这样爬得起来吗？还是需要我给你 morning call？ 不用，我爬得起来，没问题的。我看我还是五点半就打给你好了。哎，记得穿轻便一点，是露营，不是逛街，不需要打扮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没那么蠢，你早点睡吧。哎，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记得不要喷香水哦，然后任何有香味的东西都不要带，因为很有可能会引来蜜蜂啊什么之类的，很危险。拜托，虽然我是第一次去露营，但这种基本常识我还是有的，好吗？你今天很啰嗦哎。啰嗦？我只是刚刚想到什么就提醒你，好吗？好啦，早点睡，明天见了，拜拜。明天见，拜拜。香水拜拜。啊，最重要的东西忘了带了啦。哇，你带这么多东西是要搬家哦？先开后车厢。东西这么多，载得下吗？所以我才说开我的车去啊，你就说不要，等一下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要放后座。你干嘛带行李箱啊？你带那么多东西就可以，我带一个行李箱就不行哦？可以是可以啦，只是不方便，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不要带，不然我帮你换个背包。那不行，这里面都是我很重要的东西。哇，那好，我把你很重要的行李箱放那边 ，OK 吗？那电脑嘞？为什么要带电脑？我带着以防万一嘛。好，让你带，只是我不保证身上有没有讯号。啊，东西快上车。怎么关不起来？你也轻一点嘛。上车上车，快快快，走吧。起床了，我们到了。到了。身上空气好好。乔凡。乔凡。乔凡，你们终于到了。对啊。太阳姐姐。帮我搬东西。啊，好。我来。这个好，可以吗？这个我的。还有。这个，这很重。这有点重。这个。来，这个麻烦你了。好 ，OK。小凡，哇，这么多东西要搬几趟才搬得完啊？营地没有人可以帮忙吗？没有啊，这又不是饭店，而且露营啊，就是要自己搬才好玩。你搬轻的，我搬重的，你就往上走，就会看到他们。那我搬我自己的行李箱好了。难怪小凡叫我不要带行李箱，这下好了。
哎呦，这边都没讯号，这样是公司人要找我怎么办啊？这边有吗？有有。来，对啊。哎，他昨天通信一下来录影啊。哎，乔板，你是不是骗你女朋友她会出饭店啊？没有啊。乔板，哎，等我一下，我去帮忙。好啊。我不是叫你拿钱就好吗？我已经知道自己蠢了。走吧。这个是干嘛的？这是等一下钻木取。没有，你在这边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。对。坐着休息一下吧。我去帮忙。好。应该可以拉起来，来我来，来我来。等一下拉洗，对啊。哎，钉子呢？哎，这边。起来。啊，好热哦，全都汗，好想洗澡哦。这么娇贵，还来干嘛？钉子是？好，这里。我来帮忙。搭帐篷对新手来说太困难了，我们来弄就好。哦，哎，文琪姐，你之前露营过吗？这不会是你第一次来露营吧？对啊，这是我第一次露营。啊，阿斌，你帮我看那个角落固定好了没有？哦，好，谢谢。虽然是我第一次露营，但是你们教我就会啦。这世界上没有学不会的事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弄最上面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上面。我会，我会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，没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是，没事，没事。文琪，这个其实最后才要用的，你先帮忙妹好了。不然我叫你拎一拎。哦。我教你。好，就这样，把银铃固定在这里。嗯。然后慢慢的把它敲进去。哦。那固定好就好。这简单，我会。哦，你试试看。好。哎，小心！啊！怎么了？怎么啦？他敲到手了，你还好吗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还是姐姐，你要先旁边休息一下。我看这边对于新手来说有点危险哎。不然你先去坐着休息，我们弄好再跟你说。我没事，你们忙，我去附近走走好了。不要走太远哦，山上没讯号，我怕你会迷路。我知道，我不会把自己搞丢的。你们忙。哎，你老实说，我看他一点不像喜欢露营的样子啊。文琪是没有露营的经验啦，但是他很想尝试看看。是吗？看他蛮勉强的。那是因为他昨天太晚下班，今天又太早起来。哎，你们大家不要排挤我女朋友好不好？今天我生日，看在我面子上，帮我多照顾她一下。自己的女朋友自己顾。哎呀，不要理他啦，他是追不到你的，这样说的。好啦，赶紧弄。